搜救犬 Hero 可是花莲县特搜大队的重要成员，躲在塑胶桶里的小朋友当场见识他的厉害。很开心还是很害怕？蛮开心的。庆祝儿童节，特搜大队来到慈大附中小学部介绍整套设备。要用到绳子救援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滑轮跟钩环来帮忙做出救援的行动。设计巧妙的特搜器材车，方便救难人员迅速出动救援。它的特点就是它，你看那边一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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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因此你可以卸下来装我们所需要的装备器材在里面，然后等要出动的时候，东西都是在车上，我们只要同学们各自表演才艺，还特别规划习服市场与舒适摊位，共同体认地球公民的责任。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水资源、电等等种种资源，更能够让我们存活，留给我们的世世代代一个干净的地球。义卖所得将援助土叙地震灾民，展现人文精神，度过有意义的儿童节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。